太炮餐车英雄是一款像素风格的冒险手机游戏，可爱又缤纷的画风伴随趣味的背景音乐，玩起来既舒压又开心。玩家将扮演餐车厨师太炮，因为意外闯入异世界小岛，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，需要参加勇士庆典的烹饪大赛，寻找回去的方法。身为厨师的太炮要面对村庄内的各种要求，大展厨艺，烹饪出令人惊艳的美食。伴随文字对话发展的主线故事，迎来一个个的挑战任务。每个任务都是由小游戏组成的玩法，最常见的是方块拼图以及查找隐藏图画。方块拼图是消除相同方块的游戏，需要在限定时间以及点选数内达成游戏条件。查找隐藏图画则是要在画面中找出指定的物品。探索异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太炮的回家之路就请你帮忙咯。